中吗？玉里高中吗？没有，国中而已。长很高。我宜兰的人。我是代表。文化。吉吉王子，你语言之代表。是泥巴王子，然后这名叫白打的最厉害的那个。你是阿美族。语言之代表那个，戴眼镜那个。五大石皮皮的歌，五大石皮皮。太雅话妈妈怎么讲？五大石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布布。啊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唱五大石皮皮歌，五大石皮吗？就说你已经忘了我。一呀吼啊，一呀吼嗨呀，吉嘎苏恩。一呀吼啊，一呀吼嗨呀，吉嘎苏恩。一呀吼啊，一呀吼嗨呀，吉嘎苏恩。我高一，我念四维，16岁，犄角山的阿美族，巴拉哈路，陈志邦。玉里高中吗？没有，我国中而已。长很高。我宜兰的人。我是代表。文化。
紫金王子，御颜值代表，是女宝王子，然后这个名叫白打的最厉害的那个，你是阿美族，爱你，御颜值代表那个，戴眼镜那个。让我相遇，让我还能继续拥抱。